各位，八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仍然生效。天文台話，強颱風天兔已經喺汕尾附近沿岸登陸。夜晚八點鐘，天兔集結喺本港東北偏東大約140公里，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係22公里，繼續橫過廣東沿岸。天文台話，本港普遍風力持續增強，天兔今晚稍後至到聽日凌晨喺香港以北大約100公里掠過。我哋預計咧，今晚咧同埋聽日咧會有頻密嘅狂風驟雨嘅，而咧特別咧喺今晚間啦，同埋聽朝早咧個雨勢係頗大添嘅。咁由於咧係天兔咧個風暴潮咧同埋大雨嘅關係啦，咁所以咧低洼地區咧都係有機會咧係有啲水浸嘅情況，咁所以市民咧係要做好個預防措施嘅。馬鞍山一帶風勢強勁。入夜之後，馬鞍山公園附近有狂風驟雨，冇帶遮嘅市民顯得有啲狼狽，亦都有市民唔理風雨出街感受風暴嘅威力。天兔亦都影響航空交通，超過400班航機取消或者延遲，唔少旅客滯留機場，亦都有旅客知道航班取消，但係仍然嚟到機場睇下有冇其他航班有候補機位。國泰、港龍、香港航空同埋香港快運等多間航空公司下晝6點起已經取消來往本港嘅航班。今日同埋聽日兩日出發嘅旅客前往機場之前，應該先致電熱線2216-2216查詢航班資料。我哋會再同大家跟進住風暴消息。